早晨，早晨，你坐喺度做咩啊？等你咯。喂，你后日得唔得闲啊？后日啊 ？OK 啊，全日都得喎。其实咧，后日系我生日嚟噶，唔知道你得唔得？好啊。系喎，你唔系话过你好中意猫嘅？哦，系有咩事啊？我今日真的很开心啊！其实呢，你有冇中意过我噶？你都唔好送我咯，我自己翻去得噶啦。当你看着我，我没有开口，已被你猜透，还是没把握，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。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啊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
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